那接下来呢，就要来看我们的第三名，好，非常的令人紧张哈。等等等等等，好，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了，因为第四名是我们最后要让大家知道的，所以现在只剩下第三名可以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来公布喽，三二，来，你好，台新 Richard， 你好，台新 Richard 黑狗卡，这边跟大家再展示一下哈，一定要再把这个卡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线非常的棒哈？这上面是悠游卡版本，它下面是 iCash 卡版本，好，都非常的可爱。好，大家这两张卡片都有入手了吗？如果有入手，可以就是写个讯息让我知道一下，这个不错。这个网友票选2018年神卡第三名，好，这个是台新的 Richard 黑白狗卡，好，它的得票率是41票，那得票数是41票，那它的得票率是 11%，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11个人觉得它是神卡。对，那这张卡片其实刚刚有分享过卡片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非常的可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的一些网友对这张卡片的意见啊，再来。网购回馈 3.5% 神卡，那再来讲到说，绑定 Richard 账户有高额现金回馈，而且数位账户很好用，几乎所有功能都可以线上申办，不用常跑银行。好，这里也是我们现在数位账户开户最大的一个优势，不用跑银行，就是直接在手机点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开完户了，这真的还不错。再来就是说，原先不得了的优惠，等一下这张卡片是真的有很厉害吗？他讲不得了的优惠。Jerry 讲说，想当初这张卡要等好久才能够拿到，会发光，两张都有。对啊，你看，只要是那种爱卡一族的、喜欢信用卡的，都一定会把这两张卡片都办下来，因为它这样的反光真的很好看。对，那如果我们在直播不能够把电灯关掉嘛？电灯关掉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LED 灯会发光，但是就看不到我。对，一本黄说两张都有，而且都是 LED 灯，这些都是第一波就跟上去，你们都是卡金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可能不是卡神，但是你们一定是卡金，就是非常的厉害。对，就是第一时间就是要把这个卡片一定要办下来收藏，都很强的。APP 好用，小资女网购好选择。其实不止小资女啊，小资男也可以使用这张卡片，真的不错。再来，哦，优惠活动回馈好，活存利率很高，哈，真的不错。虽然不是最好，已经够使用了，不管是消费或网购，而且绑定还可以直接扣缴，哦，这个 very good， 很好。Richard 搭配阿哥哥很方便，太棒了。